大学生写迎名落孙山，迎正二。明朝朱焕，武昌府大学生，饱读诗书，文章诗词都极负盛名，乃屈指可数的才子。但是朱焕贪色写淫，家中富裕，所有佣人皆挑选貌美少女，入住不久，便用金钱事物诱惑，然后与他们奸淫。即使是家中的乳娘，也被他奸污，荒淫无耻之极。有一天晚上，朱焕与新来女佣在房中饮酒调情，适逢另一位旧女佣不经房门，朱焕叫她入内坐下一起饮酒。酒醉之后，三人上床轮淫作乐，正当兽性狂发，淫荡无态之时，突然窗外有鬼叫声，并且唱歌骂朱焕说：“新色正欢残色戏，前程消尽后代伤，伤阴伤。未满十二岁夭折，可怜一个斯文客，贪色原来为色王。”朱焕闻声，浑身直冒冷汗，两位荡妇被吓得面色如土，仓皇夺门而逃，半路胆破而死。自此朱焕每逢考试，皆是名落孙山，唯一的儿子夭折。家运衰败，二位女儿沦为娼妓，正是淫人妻女者，妻女被人淫。朱焕于穷困的中年，眼睁睁地看到儿女悲惨的遭遇，方才醒悟乃自己邪淫的报应，但是为时已晚矣。诱骗少女死于非命，淫正三。秀才张世进，武陵县人，勤奋好学，才貌双全。丁酉年赴京考试，途中投宿的旅店对面是座尼姑庵。饭后张世进散步至尼姑庵，偶见一位少尼姑清秀脱俗，乃出身于富贵之家。出家时父母恐女儿生活清苦，故给予许多金银随身，作为不时之需。张世进借着才学俊貌，亲近少尼，初时只是谈论诗词歌赋，进而调情引诱挑逗，见少尼渐渐失去自视之际，向少尼求爱，百般甜言蜜语，并且山盟海誓地说，今考完毕之后定来迎娶，共偕连理。少尼为之动情，信以为真，使张世进得逞奸计，不仅玷污了少尼，而且令少尼感动，以为获得好归宿，将所有金银送给张世进，让他在迎娶之日作为聘金之用。张世进才色兼得之后，沾沾自喜，自以为天赐鸿福。辞别少尼，赴京考试，若以张世进之才学，自当金榜高中。殊不知张世进之邪淫行为，早被文昌帝君洞察，将张世进金榜除名。张世进落选后，竟然背弃昔日盟誓，路过尼姑庵，而不进庵迎娶少尼，带着金银镜自回家。少尼自张世进辞别之后，日夜思念情郎，计算着复考之后归来的日期。但是归期似过，却不见张世进之踪影，方知受骗，羞愧无地自容，痛哭自尽。死后冤魂不散，变成厉鬼，一路追寻张世进。张世进于归家途中，忽然扑倒地上，发狂似的口出少尼姑的声音，痛骂张世进又奸骗财薄幸。
随行书童见状，慌忙跪的求情，求少你准许张世进回家后，请高僧超度亡魂，以解冤牵。少尼鬼含恨地说：“此仇难解，我要索他性命。”张世进醒后，勉强支撑着昏沉的身体回到家中。三天之后，七孔流血而死，面目全非，死状十分恐怖。此乃右色骗财的惨烈收场。后人有诗叹曰：风流片刻害人坑，时改寒窗一日清。何不仿效高国泰，寿年八十胜金莲。请读著名的高国泰故事如下：善念感化少尼，双双修成正果善正。书生高国泰，宋朝杭州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贫寄居于姑母的尼姑庵读书，图取功名。庵中有位少年尼姑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见高国泰气宇非凡，情不自禁动了春心，忘却戒律，作诗表白爱慕之情。其诗曰：生在白衣大士前，不求佛度不求仙，愿求一点阳之漏，洒在人间并蒂莲。高国泰见此情诗，心想既然能够看破红尘出家，必定是前生修来的善根福德因缘，目前只是一时冲动不能自抑，应当善言点醒他，千万不可趁机诱其犯戒，铸成大错。于是回赠一诗曰：妄念一时神即迁，神迁六贼乱心田，心田一乱生无主，六道轮回在眼前。六道轮回了不完，畜生恶鬼苦千般，劝你勿生贪嗔痴，一失人生万劫难。少尼见失，犹如当头棒喝，似雷贯耳，及时修悟，从此不再与高国泰见面，勤修佛法，后来终成正果。高国泰为了断少尼情思，避免彼此再产生情感，迁出尼姑庵，租住员外周半城的房子，住了半年，无钱交租，家奴竟然拆去房门，使高国泰无法安心读书，心想穷困潦倒至此境地，活着毫无意义，不如一死了事。于是到屋后的林子里准备上吊，突然济公活佛手拿着绳子走过来，嚷着说：这棵树是我上吊用的，你要上吊到别处去，勿与我相争。高国泰见济公活佛要上吊，问其何因，济公说：我欠人五两银子，无法还债，被迫无奈，只好上吊求死了结，你是为何自尽？高国泰将自己的遭遇告诉济公，并把身上余下的碎银送给济公凑数还债。济公又问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要帮助我呢？高国泰说：我已绝望，自尽心意已决，将死之人留此碎银何用，不如送给你，可以助你还债。济公被高国泰临死之时尚为他人着想助人的善心所感动，于是以实相告说：周员外乃我旧交好友，你且先跟我回去，房租之事乃易解决。高国泰随济公返回州府，早有家奴报知周员外，周员外急忙出外相迎，进如贵宾。济公将高国泰欠租金寻死一事详细告诉周员外，
周员外闻之家奴竟然瞒着主人，仗势欺人，大怒，即刻要将该名恶奴逐出府去。幸得济公、高国泰再三求情，才被严责了事。周员外见高国泰宽厚仁慈，甚是敬重，格外厚待和济助，留高国泰于府中安住。得到周员外相助，高国泰更加勤奋攻读，后来考中状元，为官清廉严正，抚恤平民。做官二十年，看破红尘，辞官修行，享年八十岁，也修成正果。临终之时，见昔日之少尼在空中驾云来相迎，其实满天豪光万丈，锐气千条，微笑着说：“请恩公上莲台宝座。”然后引领高国泰飞身向西方极乐世界。高国泰昔年的善念，使少尼醒悟修成正果，自己也因此积下阴德修成正果，成为世代流芳的佳话。编者按：济公乃是宋朝得道高僧，是家喻户晓的活佛，度化众生，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。上述是摘自济公传的一则非常动人的故事，告诉世人道德理论因果报应的道理，为善所获得无上的福报。行善者嫖妓绝后除功名，嬴政嗣。楚臣结婚多年无子，楚臣平素对神明虔诚，早晚恭敬礼拜。有一天晚上，妻子梦见神明是说：“你丈夫十分诚心敬我，我已向上天请求赐给你一个儿子。”妻子又问：“我丈夫可会中举？”神明回答：“只要在勤力行善积德，将来可得功名。”睡醒后，妻子将昨夜所梦详细告知丈夫，楚臣听后欣喜万分，从此行善更勤力，读书更勤奋，期望早生贵子，金榜高中。不料有一天晚上，与朋友饮酒猜拳，酒后余兴未尽，在友人怂恿之下，到妓院嫖娼。当晚，妻子梦中见神明怒斥：“你丈夫不珍重自爱，竟然在外饮酒嫖妓，自损阴德，污秽触怒了天神，不但今后无子，而且受谴责除功名。”第二天楚臣回家，妻子逼问丈夫昨晚所干何事，楚臣如实相告。妻子闻知丈夫昨晚确实饮酒宿娼，顿时伤心欲绝，昏倒于地。楚臣见状慌忙救醒妻子，妻子醒后将昨夜梦中神明怒责经过告诉丈夫，楚臣听后悔恨莫及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从此夫妻惆怅不已，终身贫穷潦倒，没有子嗣。后人有诗叹曰：臣神赐子复归无，未尽青楼得行亏。子将石林名金马，身荣子贵赴东流。古人说，后宫可以补前过，前宫不可补后过。又说，终身行善，一时得亏，犹如今年打柴一日烧，皆化为无。孟子说，富贵不能移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所谓大丈夫。养生保命集第六章，关圣帝君传略。日期2012年4月15日。来源：网友上传，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。如佛有觉得此书不错，请按
第六章，关圣帝君传阅。关公名羽，字云长。汉朝末年，公元184年，黄巾倡乱，群雄并起。刘备、关公、张飞、桃园三结义，关公辅助刘备开创基业，立国，蜀汉及今四川省，与曹操、孙权鼎足而立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国。创业初期，曹操进攻徐州城，刘备、张飞兵败，关公为保护两位嫂夫人刘备的妻室，不幸被困于小城下乡，今山东省滕县南。曹操素来仰慕关公，乃当世之英雄豪杰，意图招揽关公投降。为了要离间关公与刘备的感情，阴谋欲使关公与两位嫂嫂乱伦，从而背叛刘备，所以故意只供一间卧房给予住宿。关公先安顿两位嫂嫂休息，自己乃秉烛立于户外，通宵达旦，毫无倦意。曹操见关公正气凛凛，愈加钦佩。后来关公闻知刘备在汝南城，于是将往日曹操所赐的金银及汉寿亭后的官印悬于堂上归还曹操，保护两位嫂嫂，不辞艰辛，千里追寻刘备。由于曹操没有给予过关文凭，一路上处处遭受守将的拦阻，所以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战胜重重险阻，终于抵达汝南城，与刘备、张飞团聚。关公视富贵如浮云，丝毫不贪图高官厚禄，不畏危难，忠于桃园市盟的高风亮节，犹如青松傲雪，皓月当空，令后人千秋敬仰其高超武艺、勇毅、刚强、儒雅的英雄气概，为古今崇敬。历时至今已经1700余年，关公忠义英烈形象依然栩栩如生。请看港九各界，无论是警局、商户、住家，都虔诚地供奉关圣帝君，堪称英雄盖世，被视为忠义的象征。关圣帝君，观音菩萨的护法，迦兰菩萨。公元219年，关公因误中孙吴将领吕蒙的诡计，不幸遇难逝世。因关公一生忠烈，感动天庭，奉玉皇大帝敕令，与文昌帝君一同司掌文衡及人间科举事项及人间善恶的布局，皈依佛门，发愿度众生。明朝初年，关圣帝君降彼人间，劝喻世人修善戒淫，而且云：吾已归观音大士，与韦陀尊天同护正法，及迦兰菩萨，似吾者勿以昏酒。由是远近播传，各处寺庙中均塑关圣帝君尊像供奉，香火鼎盛，扶持正法，显灵民间，庇佑百姓。书籍目录第一页序言，第二页再编序，第三页第一章何谓圣亏和成因，第四页第二章现代邪淫故事六则，第五页第三章犯淫邪改过或善报故事三则，第六页第四章古代名人故事四则，第七页第五章犯邪淫之恶报故事四则，第八页第六章关圣帝君传略，第九页第七章关圣帝君显灵故事四则，第十页第八章文昌帝君显灵故事三则，第十一页
第九章养生保命守则。